为了节省开支，二人决定迁居杭州。一方面呢，杭州是我母亲的家乡；另一方面呢，因为上海啊，在这个高压政策、白色恐怖之下，这个不是最安全。上海的形势是非常险恶啊！郁道夫是一个很正直的一个文学家，所以当时很多声明、宣言，就比如说日本攻打上海啊，1.28事变啊，以及迫害很多进步的文人文化人啊，他都挺身而出，签名反对的。1928年和1931年，当局曾两次要逮捕郁达夫，他听到风声，逃到无锡、阜阳等地避居。商乱九贤文自郁，偷安心学武陵余。渐入中年，郁达夫也抱着归隐乡里的想法。郁达夫是个传统气质的文人，杭州是我少年时代一直想去去不成的地方。现在功成名就了，回到杭州衣锦还乡，这才是对的，这也是人之常情。好友鲁迅曾写诗祖郁达夫移家杭州，暗示他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杭州更是政治黑暗的所在。然而陷于精神迷惑中的郁达夫拒绝了这次帮助。在1933年4月，一个春雨霏霏的星期二，郁达夫一家到了杭州。到了杭州以后，郁达夫很快的就被杭州的那些国民党的达官贵人所包围，他不愿意去跟那些当官的多打交道，话不投机半句多嘛。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知识分子跟一个当权者的一个观念上面的一个分歧，一个冲突。郁达夫跟国民党的那些达官贵人的交往是被动的，而在我看来，王映霞是比较主动的。那时王映霞正当盛年，被誉为杭州四大美人之首，在交际场中风头甚健，由此二人的差异越来越大。移家杭州后，郁达夫几乎没有小说新作，游记小品也渐入平淡之境，只有日记中时有表达对国事的隐忧和内心难言的寂寞与凄凉。他仍不甘没落，力图振作，写自己毕生的大作。移家两年后，在王映霞的主张下，在杭州场观弄开始兴建风雨茅庐。风雨茅庐啊，风雨两个字啊，应该说是不是说是从政治方面来考虑，它是避政治风雨，而不是说是避真正的自然界的风雨。然而风雨茅庐没有避风雨，郁达夫一生也只在风雨茅庐住过几个月，却为此背上巨债，很长时间得不到解脱。郁达夫后来说，不知我者为我有了钱，深知我者为我冒了险。1935年11月，郁达夫写了平生最后一篇小说《出奔》。第二年春，风雨茅庐还未建成，郁达夫就应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去福州做官了。老婆在抱怨他，在唠叨他，说他没钱又没官。所以我就说，郁达夫一想，不就是个厅长，我也给你当个厅长看看。所以他就去了福州。郁达夫在福州担任了一个闲职，王映霞没有同行。后来郁达夫自己说，这是悔家之时。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荣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1937年5月，郁达夫回杭小住，竟传来王映霞有行迹不检的闲言。1938年春天，
受郭沫若邀请，郁达夫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这时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变闹得武汉满城风雨。正当武汉被轰炸的最危险的时候，我这个小小的家庭也机智于陷入了妻离子散的境地。后来经过许多友人的劝告，也经我们二人的忏悔与深谈，重新定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各自改过，各自奋发，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誓约。乱世中，郁达夫回忆起与王映霞甜蜜的往昔，竟有无限的伤感。佳话颇传王逸少，豪情不减李香君，而今劳燕临淇路，长断江东日暮云。客观的来讲，郁达夫跟王映霞的这个同居关系维持了差不多十年吧，也是十年。这里面分有很多的曲折矛盾，有性男女双方性格的原因。郁达夫的性格王映霞可能不能完全认同，王映霞的性格郁达夫也不能完全接受，不能包容，双方都不能包容对方。文人不易相处，王映霞在晚年这样说。我说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有的父子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意的父最大的分别就是我的那性格不同。当名作家的光环渐渐褪去，生活露出了他的本来。在王映霞看来，由于早年经历和环境的压抑，郁达夫已养成了一种苦闷颓废的性格，不习惯于有规律的家庭生活，呈现出一种病态，酗酒和不识神经质的出走。是抗日战争重燃这位五四文坛宿将的激情之火。郁达夫曾经说过，他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作家。家国遭难，他首先成了一个战士，其次才是一个作家，而且这个战士越来越坚决。1938年4月，郁达夫作为武汉军委会政治部的官员去台儿庄劳军，并帮助史迪威进入台儿庄战场。中国军队的战斗通过史迪威的眼睛给了美国深刻的印象，从此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华。1938年底，应新加坡新州日报社的邀请，郁达夫前往任职。虽然王映霞同行，但已被伤害的感情无法弥合。诗人的气质使郁达夫倾向于用情感支配行动，对朋友、对同胞，甚至对敌人，他都是用情感来支配一切的。第二年初，郁达夫将《毁家诗记》全部20首诗词发表在香港《大风》杂志上。匈奴未灭家何事，且由他，莺莺燕燕思欢女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视，奸小丑自然容易，别有代天仇恨在，国躺亡妻妾宁非计，先逐寇再驱至。毁家诗记按照郭沫若说法是绝唱，郭沫若也不赞成，就是说要不把它发表，认为中国的传统的说法就家丑不可外扬，你这样覆水难收了嘛，你把这个全部公之于众了，那么对对方来讲也是个伤害啊。但郁达夫可能不怎么想，因为郁达夫早期的小说就写得很坦率，就和盘托出的。
诗的发表对王应霞实在是难堪的事，但郁达夫是将他真心爱过却始终没有真正理解他的人当作替罪羊，表达对窃国弄权吸血吃人的狐鼠之辈的满腔愤怒和仇恨。因为传言中夺走他爱人的是国民党要员，覆水已是难收，郁达夫和王应霞分手了。在毁家诗记的最后，郁达夫说，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从此郁达夫成了一个彻底的战士。曾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的张楚坤回忆，他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一次我和郁达夫一起进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然后问我，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我兴奋地回答，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郁达夫写下这样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鲁迅死后，郁达夫就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他写了大量抨击日本侵略者的政论和杂文。郁达夫和晚年的鲁迅一样，把笔当做了匕首和头枪。他在南洋的这个攻击是很大的，直到今天新加坡还有很多人华人来怀念他。当时他不但在编《新洲的报》副刊，曾经一度还担任主编，就写了很多抗日的社论，对当时的形势、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做过很多分析。抗战中郁达夫失去了两位至亲，富阳失守时老母不肯逃亡，饿死故里，长兄郁曼陀在上海遭日伪特务杀害，郁达夫写下了文人，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句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即以我个人的处境来说，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他们虽都不是文人，但我却很想以真正的文人来看他们，称他们是我的表率，是我精神上的指导者。1942年2月，新加坡被日本人占领，郁达夫转至印尼的苏门答腊，以商人身份隐居下来。他改名赵连，蓄起了胡子，人们叫他赵胡子。为免遭猜疑，一年后他和一个只会说印尼语的华侨女子何丽友结了婚。他到了那个印度尼西亚以后，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面他一度担任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这个是被迫的，但他当了翻译以后，被迫当上翻译以后他又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掩护了很多抗日知识。他呢利用日本人不懂的马来语和中国的话，他就利用他们不懂的这个呢，就种种翻译呢，他就救了蛮多当地的老百姓。为掩护流亡到当地的文化人，郁达夫办了一家酒厂。他一辈子爱酒，可是这段时间他滴酒不沾。他最怕的是说梦话暴露身份。1944年初，郁达夫被人告发，身份暴露。日本人已知道酒厂的老板赵连
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抗日作家郁达夫。郁达夫知道自己走不了，马上通知他保护的胡玉芝等人转移。我爸爸一个人，他是以必死的心来掩护过一些文化人，他们倒在苏门答腊地，大概有几十个文化人，一个都没出事。隐匿的日子，每年岁首，郁达夫照例要做遗言，以防万一。他在1945年初的遗言中写道：“于年已50岁，疾病死去，亦享终寿。”日本投降代表。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郁达夫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无比兴奋，马上奔走相告。但半个月后，在8月29日晚上，郁达夫正在家中和几个好友讨论事情，突然来了个国籍不明的年轻人，用印尼语说：“我有一点重要的事情和先生商量。”郁达夫穿着睡衣拖鞋，就跟着年轻人走出了家门，还嘱托那几个朋友：“我马上回来的。”可郁达夫再也没有回来，郁达夫永远地消失了。对于他的死，几十年来，他的朋友和研究者都有诸多猜测。2006年呢，我去过印尼，也找到过当时那个郁达夫被害那个小镇，小镇上有很多华侨，我就问你们对这个事实怎么看呢？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那还用说，那肯定是日本人杀的。”我说：“你们证据呢？”他们说当时确实是印尼的青年把郁达夫叫出来的，但是叫出来以后跟两个日本宪兵一起是上了一辆车。1985年9月，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找到了隐名埋姓的前日本宪兵队班长，他承认1945年8月29日，就是郁达夫从家中被骗出的那个晚上，是他下令杀害了郁达夫。因为日本人知道，如果郁达夫活着，日本宪兵的罪行将会被揭露。郁达夫对于中国，就像拜伦对于英国，就像莫泊桑对于法国，但这个五四的巨匠就这样被日本人无声地杀死了。郁达夫失踪的第二天，他最小的女儿出事了。郁达夫失踪后，妻子何丽友才知道她的丈夫是中国的著名作家。朋友胡玉芝说，如果是接近他的和读过他作品的，会明白达夫对生活是何等严肃，对人类是何等热爱。郁达夫说：“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郁达夫是这样说的，他也这样做到了。